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《火焰模组生存重启篇》，好吧？这个刚才这俩猪人呢、要打我，被定在这儿了。打我，打死你！我看一下啊，我这把剑呢，现在有抢夺四啊，抢夺四不是特别好哎。这猪人都干嘛呢？搁这儿？他们是那个刷怪龙刷出来的啊。有了猪人，我们就可以是吧？刷很多黄金。他们怎么蹭底儿呢，小伙伴们？他们落水啊，好像上来有点费劲呢，跟逆尸是完全相反的，是吧 ？OK， 他们什么时候刷呢？为什么现在不刷？因为他们得这个亮度得低于多少是吧，才会刷？好，那咱们看一下，咱们还能往里塞点什么？这个吧，海晶沙粒，我看看它有什么用啊？这儿呗，增加玩家。激活刷怪龙的范围，那怼吧，啊，怼进去。你们是不是没见过这样的？玩这刷怪龙是吧？你可以玩出花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它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弄一弄啊？我看一下啊，这样，然后呢，查看一下啊，这样，眼珠子这个我塞不少，范围，我想要这个龙蛋呢。龙蛋得去末地，增加激活刷怪龙的范围，增加刷怪的范围。来这个啊，链棒我好像有啊，咱们家里挺多破烂是吧？28个，好多呀，塞进去，反正刷的多点是吧 ？OK， 听着没？哎我的妈，我要不要把这个圈起来，小伙伴们？全塞进去了，没事啊。大范围刷怪已经达成目标了。这是有那个吗？哦，还真有哎。哦，这边有啊，告诉你放什么。这个是操控刷怪龙，就是用红石啊，可以是吧？那咱们来个这个吧。这个叫什么来的？比较器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吓我一跳，你像个鬼！你上我们家来干嘛？你上我们家来干嘛？打死你！啊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应该是有这个东西吧？有。这安一个就行吧，就可以弄个开关什么的，是吧？让他刷就刷，不让他刷就不刷。OK， 这样呗。可以。好，塞上了操控刷怪龙啊。然后咱们弄一个那什么吧，弄个拉杆啊什么之类的啊，开关呗啊。石头没有吗？石头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全给烧了吗？啊，这里有，这样呗。OK， 石头加根棍儿啊，弄个开关。万幸他刷的多呢，是吧？我不想让他刷了。这个就放在他底下吧，底下不耽误事儿。OK， 这样他是刷了，看见没？再闭一下也不刷了。哎，非常的方便，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那咱们这个周围呢，要不要给他给围起来？什么意思呢？让他刷怪刷这一个地方。OK， 我看看啊，这样呗，行 ，OK， 这样啊，多大范围我也不知道啊 ，OK， 这样呗，围起来啊，然后把他们围起来，唯一的通路就是这个路，然后我想刷经验，我就刷经验是吧？要这个黄金，我就要黄金，够不范围啊？他的范围我看一下啊，他在他下边弄一个。是这样是吧？然后 ，OK， 那就一二三四这个范围就这样啊。然后呢，一二三四大概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，我想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这个有点麻烦啊，这样呗。因为咱们的这个镐子现在都特别好使啊。这也对吗？一二三四，得到这儿。OK。这样呗。哎呀，刷怪的范围我是不是给整大了？我整这个好像没有用哎，他可能刷到外边去。咱先试试啊。OK， 这样呗。变成黑天才知道啊。这样呗。OK。然后呢，把这刨掉啊。OK， 把这刨掉。好，变成黑天就知道了啊。咱们去弄一个东西啊，弄个什么东西呢？弄个什么栅栏门之类的啊，咱们就刷怪呗。我看看这儿啊，栅栏门有吗？
有这个，没有栅栏门，栅栏有，可以这样啊。哎我的妈，扔垃圾桶里啊，太多了。OK， 还有啥破金剑不要了，这也不要了。好，咱们就试试啊。干嘛呢？就像那个小黑塔似的，是吧？把他们给，这样就别让他过来就对了，是吧？这样呗。嘿，把这抠掉，给我，给我了是吧？这样，好，然后呢，这样，好，咱们变成黑天看看啊。晚上啊，刷哪儿去了？喂，哎，你搁这刷出来呢？喂，你怎么搁这呢？我怎么听这声是在屋里呢？你怎么搁水里边刷出来了？哎，不是这儿啊，你搁这儿刷呀，大哥。不是，他能翻出来？哎，我去，有一点点失败呀。我弄个栅栏门吧。这怎么王八都过来了？弄个栅栏门啊，我看一下栅栏门有没有。没有。你搁哪儿来的？完了，我这猪人怎么跑我家来了？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下一期啊，继续瞎折腾啊。可以。什么鬼啊？他被定住了是吧？把我崩飞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猪都跑我们家来堵我打我呀。哎呀，不太好弄啊。我看一下啊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下一期继续啊。